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九月二十三日，第四卷十五章十九至二十节，引用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谬误的施洗和正确的施洗，有关洗礼这奥秘的功效、价值、益处以及目的，都已经详细解释明白。 至于洗礼的外在表记，但愿我们遵行基督所设立纯正的制度，足以压制人的胆大妄为。因为教皇党徒以为单单根据基督的吩咐用水给人施洗是可轻视的事，就捏造了祝词，更可说是符咒，而玷污了水的圣礼。后来他们又加上蜡烛和圣油，作为驱邪赶鬼，以打开洗礼之门。 我们知道这些外来添加的迷信虽有其久远的传统，但是我们和真实境前的人都必须拒绝人们大胆加添在基督设立的洗礼上的一切仪式。当撒旦发现世人因他们愚昧可轻易欺哄，几乎从福音开始传扬之时，他就用可怕的诡计来捣乱。 因此，他们就公开用唾液和其他演戏的华丽玩意儿，肆无忌惮地加入洗礼的仪式，因此污染了洗礼。这些经验作为借鉴，我们应当谨守遵行，唯独基督所吩咐的实行方式，满足于圣经所说的最圣洁、最好的，并最安全的准则。 遵照圣经施行洗礼，除掉一切简单之人眼睛眩晕、心智昏迷的华丽排场才是对的。牧师给人施洗时，让受洗者站在会众面前，全教会都做见证并为他祷告，然后将他献给神。受洗者要公开信仰告白，就是他在学道班所学过的药理问答。 牧师根据圣经宣告神在洗礼中所给我们的应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最后以祷告和感恩祝谢后结束。我们若按照此次许行，就不至于忽略任何要项，并且神所设立的洗礼仪式大放光明，就不被外来天价的污秽所遮蔽。 关于受洗者是否应当完全进入水中，是否一次还是三次，或是单单洒水或浇水在其头上，这些细节都是无关紧要的，应当由各教会在不同地区、国家做选择。古时的教会也是因地制宜。我们在此要指出，个别信徒在私下擅自施洗是错误的，这是应当提醒的。 因为施行洗礼和圣餐都属于教会的圣职施工，因为基督并没有吩咐妇女或各种各样的人施洗，乃是让施洗的命令吩咐他所差派作为使徒的人。当主吩咐使徒应当施行圣礼时，要他们也应当如此行，照他自己所做的去行，因他当时是设立且施行。 无疑的是要他们遵行他的榜样。在过去许多世纪以来，几乎从教会的起始就有一种习俗：若是有人临终时牧师不在场，凭信徒可以给将死的人施洗。然而，我们看不出这有足够理由为此辩护。古时教父虽然遵照或宽容此做法，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因为没有圣经根据。 奥古斯丁表示自己的疑惑说：“即使平信徒因紧急状况给人施洗，我怀疑有任何人能敬前地说，这当事人应当由牧师重新施洗，因为若非紧急状况，那平信徒给人施洗是强夺牧师的职分；然而若是紧急状况，平信徒这样做或算无罪，或算犯小罪可赦。” 关于妇女可否给人施洗，迦太基会议决议禁止妇女施洗，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例外。你或许会说，若这病人，例如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受洗而去世，则他就失去了重生的恩典。真相绝非如此。当神向我们应许做我们和我们后裔的神时，他是在宣告。 在我们的儿女出生之前，他早已收纳他们做属自己的子民。他这一应许包含他们的救恩在内。没有人敢背逆神、否认神的应许本身，必保证其效果。若说洗礼是得救所不可或缺的，又错误解释这教义，则必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很少人明白这伤害有多大。 其结果是，教会信徒就不敬钱生活，以为只要受了洗就万无一失。凡没有受过洗的人都比失丧。此谬说所到之处，使信徒的光景比古时犹太人更差，好像现今的神的恩典比在律法之下时更为狭窄。这样教导使人误以为基督来并不是要实现应许，乃是要废掉神的应许。 这与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所说相反，因此从此谬论看来，神的应许若没有洗礼的记号就无效了，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在旧约里，尚未受割礼的婴儿也能因他的应许得救恩。我们当记住，应许的实体与应许的记号是有分别的。